您来的正好，您给评评理，这下水堵了他不管。你不管谁管啊？姐，这不是我的事儿啊。不是你的事儿是谁的事儿？不是，有些事情我可以帮您做，但不能所有事情都我去做吧？那你不做，你还让人一女同志进去做去？我什么事儿？您别着急，风控在这里，这里的事儿就是咱俩的事儿，你不去就只能我去。那我进男厕所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嗯，不合适，我去。嗯，早去不就完了吗？谢谢，谢谢书记，谢谢书记。秦经理，我来帮你了。没，你这不欺负人吗？谁欺负你了呀？就没你这样的。我怎么了？你就说吧，这么多人被封在这儿，你不愧疚吗？我愧疚什么呀？这里为什么被封过，您不清楚吗？为什么呀？您没有跟我商量过，就把那日常核酸采样点放在我们小广场上，每天那么多人过来做核酸，那不就是一炸弹吗？我们商户天天找我投诉，为了这事儿，我跟您沟通过多少次了？好说歹说，就是说不通。现在好了，今天这炸弹炸了，满意了？你就说那阳性病例他不过来溜达，会被封控吗？我们身上不被封控，我能在这是刷马桶吗？你别塞了！我也无言敬礼，我在这。这么脏，我从来都没有干过。我也得慌，我在这儿。行行行行，别哭别哭别哭！哎呦呦呦呦！那谁还不是个宝宝呀？我来吧。您去了太脏了。唉。